据媒体报道，日剧男神三浦春马7月18日惊爆在家轻生身亡，璀璨生命于30岁这年终结，让外界无不震惊难过。据悉，在家人跟经纪公司讨论后，三浦春马已密葬，而他的老友透露，其实早在10年前，三浦春马就想隐退，然因家庭环境等需求，身不由己，只能继续打拼，终归走上绝路。日媒报道，早年三浦春马为了拍戏学冲浪，求教于同乡的前冲浪选手卯兜木木，两人虽相差25岁，但很谈得来，16年来一直维持着友谊。卯兜木木透露，其实约10年前，三浦春马就想隐退，平凡当个上班族，他则建议三浦从长计议，安慰他要退什么时候都能退，不如先克服眼前的困境，遇到下个事情再好好考虑。没想到三浦春马下一个困境就是生死关，而三浦春马所属社雅木斯20日公开故人已经密葬后，也发表了声明，表示全社都非常心痛，没有办法接受三浦春马的骤然离去，更以悔无止境形容。同时，雅木斯也还原事发当天的经过，当时并非三浦春马没到拍戏现场，大家才去找他，而是经纪人前往他家接送，在楼下迟迟没等到三浦春马，以为他还没睡醒，因此拿钥匙上楼要叫他，才发现三浦春马轻生。7月20日，日本警方公布了三浦春马的尸检结果，表示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，目前的线索倾向于三浦为自杀离世。三浦春马 Miura Haruma 1990年4月5日，2020年7月18日出生于日本茨城县土浦市，日本男演员，代表作品包括那年夏天的第一次、14岁的妈妈恋空等。据媒体报道，三浦在自杀的家中留有遗书，但详细内容并未被公开。不过，一封三浦20岁时写给10年后自己的信，却在网络广为流传。信中三浦开头便问未来的自己，不再过着幸福的日子吗？他期许自己在30岁时依然可以是强大的人，把珍贵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。然而，作为演员不得不置身于各种媒介场域里的三浦，显然并没有如愿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事实上，近年艺人自杀的新闻并不少。2016年，乔任梁因抑郁症在家中去世。2017年，金钟铉以烧炭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2019年，韩国艺人崔雪莉上吊自杀。韩国歌手具荷拉在家中自杀身亡，无论是疑似网络暴力致死，还是自杀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媒介也在公众人物自杀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角色。而在本文作者看来，诸多的讨论与猜测之中，最缺少的正是对自杀悲剧中媒介所扮演角色的反思。当悼念、纪念的浪漫叙事通过媒介刺激和挑动着受众的情感，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也止步于此。震惊、惋惜、伤感过后，文化传统、艺人体制、情绪处理，当然还包括媒介角色等境况，如果仍然毫无变化，那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可能仅仅只是无数悲剧的复制。